今天是7月6号，周六，A 股不开盘。昨日盘后，A 股迎来了超级重磅的利好，什么利好呢？多个部门关于财务造假的这一个意见。我们先不说这个利好，先来看一下周五的一个股市情况。大翻表，周五下午啊，突然一下子都在拉，不管哪个指数都在拉，尤其是像这个科创板、创业板都已经翻红了。那为什么在周五下午会有那么多资金提前入场拉升呢？是不是提前知道了周五收盘后高层会放出重磅利好呢？其实啊，我一直有这个疑问，为什么这些资金可以提前的入场布局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一说起这个啊，我们就不得不说周末高层发出的这些消息，财务造假终于迎来了重磅的一个事件。我的感觉是推倒重建，虽然说啊，离牢底坐穿还有一点点距离，离倾家荡产其实也差不多了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对整个中国市场有多大的影响？会不会推升 A 股一轮大反弹？怎么看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。讲之前，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，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。对昨天下午的这个利准拉升啊，很多人都没考，都没有想明白，都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其实，在盘中的时候就有一个传闻，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，这传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有关部门限制大家去买外国的基金 ETF。比如说这段时间全球啊，比如说日本的指数啊在创新高，对不对？你看日本的指数在创新高，好，那日本的这个日经 ETF 是不是很多人去追啊？还有，不仅是日本的，再看一下印度的，印度指数现在已经到了8万点这个位置。那印度的这个 ETF 啊，指数 ETF 是不是这段时间也涨疯了？那么很多人是去追逐印度的这个 ETF，还有就是包括美股的纳斯达克纳指的 ETF，也很多人去追啊。那你看纳指 ETF，纳指的指数这段时间是不是涨得很疯狂？纳指已经涨了18000多点，可以说啊。你去参与追这些的话，短期是有获利的，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但是什么时候是顶点，谁不知道？所以啊，正因为这些市场的疯狂，我们 A 股很多的投资者宁愿去追高高在上的外围的 ETF，也不参与 A 股的这个抄底，也不来 A 股来这里什么，来这里低吸。所以上面出了一个比较什么？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限制，你既然不买 A 股，那么高位的这个纳指啊、日经啊，风险比较大，那我就限制你，哎，让你买1000块钱。那你想想，1000块钱有啥用？所以啊，这毫无疑问就是什么？就是让你不用去买那些高高在上的了，那很有可能就推升这些资金回流到 A 股。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。当然啊，也不排除说我刚才出的问题。有些资金提前知道了，证监会联合其他各部门发布重磅利好，那么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呢？会不会推升一轮 A 股真正的大行情呢？我觉得还差点火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它再配套一个东西，绝对会让中国股市迎来一个史诗级的大涨。那这个配套的是什么？赔偿制度，大家知道吧？赔偿。如果你造假了，你在这个过程中，违规了，好，你要赔偿投资者的损失，不说你几倍几倍，哪怕你1:1的赔付，也会推升一轮轰轰烈烈的大牛市。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？现在唯一差的就是差这个赔偿，你不赔偿，那股民的损失谁来买单？啊，你罚了哈，罚了进的是国库，对不对？钱到了国库，但股民最终还是损失呢？那股民的损失谁来买单？股民的信心还是没恢复啊，对不对？你罚吧，你罚他，反正我股民受的损失，最终我还是我买单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什么要是重点。如果把这个配套的东西弄上去的话，你想 A 股能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有人会问了，到底高层发了什么样的这个利好？其实啊，是关于什么？是关于这个造假这一块的。我大概的给大家说一下，可能大家就明白了。首先说做这个罚款的问题。以前你财务造假了，公司罚的上限是什么？公司罚的上限是60万，个人罚的上限是多少？
更法上限是三十万。好，现在呢提高了，公司法的上限是一千万，个人法的上限是五百万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比例差不多提高了十六七倍吧，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六七倍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一千万对于一家公司来说，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并不多，对吧？五百万对于一些公司的大老板、公关来说也并不多。虽然说提高了十几倍，但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特别的这个严重的。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？啊，五百万的这个现金，对我们普通老板的现金来说，那确实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天价啊，是一个比较大的数额。但是对于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板、上市公司大股东来说，这个洒洒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总归是好事吧。从几十变成了几百啊，提高了这么多。那再看一下关于这个什么地形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以前财务造假了，相关的有些人员啊，地形的这个上限是给你定的三年，那现在呢，好，给你提高到十年。朋友们啊，三年到十年翻了多少？翻了三倍，感觉离牢底坐穿越来越近了，对吧？如果从三年变成二十年，变成三十年，那我估计真的是牢底坐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所谓的公司的一些负责人的高管啊，或者说一些大老板，很多可能已经是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了，给你来一个三十年，你难道呢？那这一辈子就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哎，就变成了牢底坐穿。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确实是提高三倍。如果像罚款一样提高十倍，那这个牢底坐穿就真的实现了。大家觉得对还是不对？好，还有一个重点，还有个重点是什么呢？那与之相对应的这个机构，比如说你财务造假了，不仅仅是上市公司造假了，那么你对应的，比如说证券机构、证券公司，还有一些财务机构，就比如说财务公司，比如说律师事务所，你出具的一些公函，对吧？那么你在这过程中也违规违法了，不好意思，一锅端，你也逃不了，你也是的，你也要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处罚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，连带的责任你都要处罚，这是我们高层在昨日盘后放出的重炮。所以啊，这几个重点大家抓住没有？相比起前面那是严了很多啊，严了很多，但是相比起，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当然啊，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，就是关于财务造假罚款金额的问题。罚款金额是以前你啊，比如说我这个公司在 RPO 的上市过程中，我是财务造假了，你看我上市了，我融资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在上市公司，我上市以后，我在这个市场融资了5亿，那么以前的上限是多少？5%。那么你融资到五个亿，再乘以5%，你看一下罚你多少？那，对吧？2500万吗？2500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是什么？如果你在这个财务造假过程中上市融资啊，比如说你融资了五个亿，好，现在罚你多少？罚你一倍，一倍是多少？10个亿，这个上限就提高了很多了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信号。那这些公司还敢这样去造假吗？你去造假，你去拿了5个亿、10个亿，一旦查出来以后，不仅仅没有5个亿的、10个亿的，你还有什么？还加一倍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重点。所以啊，对于打击这些财务造假的公司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事件。可以说啊，财务造假这一条产业链上的这些各个的这个参与者，几乎是一锅端了。对整个 A 股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，肃清这些毒瘤，才能是吧，使 A 股市场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时机。现在回看，去年啊，包括前些时候，外国的一些机构或者一些所谓的领导人说的一些事，我觉得我们的高层真的是下决心了。人家说我们是欺骗，说我们是诈骗。从某些意义上说啊，有些公司就是欺骗，就是诈骗。我并不是说我们 A 股所有公司都这样，是吧？确实有好公司啊，这个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
有一些老鼠屎在里面搅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高层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老鼠屎给它搅出去，给它清出去，这才是重点。好，那问题呢？在周末多个重磅利好的加持下，我们 A 股在下周会不会迎来大反弹？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。首先，财务造假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发现了，股民的损失可能有些股民损失了十分之五，有些可能损失了10%，对吧？甚至有些的倾家荡产。那么这个损失谁来赔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所以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后顾之忧。如果把这个后顾之忧解决的话，我相信中国的股市就会起来，没人去操心那个问题，操心这个问题。所以对反弹还会有一定的影响。也就是说啊，我觉得会这样子，就是近期啊，一些小票，一些题材票，对吧？这段时间杀的比较厉害的，那么很有可能借这个利好迎来反弹。但是反弹的话，我认为啊，很多股民会借机在高位出逃，高位跑路，所以会无形的压制 A 股这一段上涨的这个力度，会压制 A 股反弹的力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啊，在小票，在一些有问题的票里面啊套住了，也借这个机会迎来反弹，他就会想着我赶紧先撤，我赶紧先跑，是吧？不撤不跑的话，到时候这公司要是完蛋了，那我又没有赔偿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他会想着涨起来在高位我减仓，我减少损失，我清仓，我割肉，会不会这么想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这么想？是吧？我觉得这也会无形当中给我们的市场形成一个压制，导致我们的市场反弹的这高度受限。这也就是我开头说的差点火候。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弄上去的话，你想想还有什么能够压制它的？当然啊，也会说压制它的还有很多，比如说我们 A 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做空。关于做空这一块，上面没有明确的给出的答复啊，给出信号，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我一直在想，韩国指数能够限制做空，那中国指数为什么不可以限制做空？大家看看这是韩国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可以发现韩国指数在限制做空以后迎来了一个逆转，走出了一个上涨的多头行情，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股市是吧不会这样做？韩国有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不整改就逐出市场，直接就是什么，直接把你干出去。那我们的股市是不是可以什么，是不是也可以学习的啊？这是一个什么，人家已经成功的案例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 A 股上涨的时候啊，这两个预期啊，这两个压制还是需要解决。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，关于这个财务造假的，关于这些东西的，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。所以 A 股反弹会有的啊， A 股反弹会有的，但是反弹的力度和成色我们要打个问号。我一看到反弹了，哎呀 A 股就大涨了， A 股就暴涨了。我觉得朋友们啊，前期如果你在这个，比如说你在60天均价线附近对吧进场的抄底的，那么这一段时间如果反弹能够反到60天均价线附近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行撤啊。没有的可以借这个反弹找一些人气板块，一些龙头板块潜伏搏一个反抽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切莫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高位加仓，高位追高，这是大忌，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。从市场反应来看啊， A 股后面的话啊，它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发现我们的指数啊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拿我们的上证指数，你看周 K 线，这个周 K 线是罕见的七连阴啊，朋友们，罕见的七连阴啊，这在大熊市的时候都是少见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我们的市场已经弱到了极致，说我们市场的这个什么赚钱效应非常差，说我们市场的这个参与度非常差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急需什么？急需把股民的信心给他带回来。那现在股民信心能不能带回来呢？从财务造假这个事来看，我们高层是明显的要什么？要推翻重建，大力的整改。但是我刚才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面，点上面来。你这么罚，你这么弄，
但是最终股民的损失谁来买单？是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？如果你解决股民损失这个问题，那毫无疑问啊，这里很有可能迎来一个什么？迎来一个大阳线，直接进攻，这就是重点。所以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啊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什么？还是要注意啊。那你看一下，昨天晚上美股上涨了。美国纳斯达克再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还是出来了，我们的中概股在下跌，什么意思啊？中国概念股在下跌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很多的人对中国的这个股市还是存在担忧的啊。像美股的话，人家是吧，创新高又历史新高，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中国股市就不行？为什么我们中概股也不行？说白了，还是存在这样的那样的问题。但不管怎么样啊，好的开始已经来了，接下来我们选择好的方向，潜伏低吸就好。我相信 A 股这一段时间的杀跌基本上告一段落了，以后抓住重点，抓住机会，才有可能回本。大家觉得呢？